好，进入倒数，各县市是纷纷曝光跨年演唱会的阵容，而台南市政府今天就公布完整的卡司名单，不但有刚刚在亚洲明星盛典拿下最佳演员奖的韩流女神金世镇，还有创作天王周兴哲以及金曲新人池修，通通都是独家献唱给台南。市政府是集结日韩港以及台湾超夯卡司，陪大家喜迎台南400年。台上活力四射，原子少年 Vira 惊喜现身，带来全新单曲，各个唱跳难不倒，为台南夜店跨年系列活动抢先曝光。刚在亚洲明星盛典拿下最佳演员奖，跨组主持及歌唱的全方位韩流女神金世镇也在卡司名单中。这次将携手师弟团一起到台南陪大家度过年末。12月31日，台南浩永跨年晚会。粉丝纷纷敲碗的第二波卡司阵容，15号台南市府由市长黄伟哲来亲自揭晓。不止韩流女神金世镇跟香港超人气歌手台森优希等，除了国外大咖创作天王周兴哲以及金曲新人池修，更是独家献唱。还有吴建琴、严艺格等16组超强卡司，统统在台南。台南以相当有限的资源跟经费，经过许多的努力，在所有的卡司在表演节目上，应该是全国最好的。年末连3场演唱会都集结10下日韩港及台湾超夯艺人及团体轮番上阵，要陪大家跨年。台南市府诚意满满，惊喜不断，就是要欢喜迎接台南400。记者黄富奇台南采访报道。